你很会玩游戏耶、欸嗯、你很会玩游戏，你很强耶、欸、因为我想过去问题大概就是长什么样，这很强，聪明耶、欸、是聪明的女孩儿，还是被他们 trick 到了一题那是因为 trick 到的，真的是那个是 trick 到的，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看错那个围巾超强的，我觉得你围巾真的是超强的。那围巾我一看阿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一定出来玩。嗯，超强，好玩哦。他比较喜欢玩游戏。好像浩宇就是从来就是没有跟他对谈过，然后今天认识到他，觉得哇，他好可爱啊！然后玩游戏的时候好厉害啊。